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透过内部通讯系统向警员发表讲话，指警队今次及早介入，果断执法嘅策略有效。刚刚过去嘅星期日，一路到今日，啲暴徒又想卷土重来，但系咧，佢哋想做嘅一切都注定系徒劳无功。点解呢？因为香港有我哋呢班好警察，不分昼夜守护住香港。即使啲暴徒咧，以为又再可以堵路作乱。其實我們已經早著先機，運籌帷幄。你們為香港治安付出的努力，已經將目無法紀的暴徒警示得非常渺小。